相機都不敵手機，清楚哎麻煩，差幾遠你睇下手機不唔係呢顏色，三星機。呢度咧就系、是、哇，今日咧2018年11月11日星期日嘅傍晚4:30啊，差唔多5:00噶啦，咁啊夜幕又降临啦吓，咁啊而家咧我咧就系喺出边兜风嘅，咁啊，咁我咧就拍啲洛杉矶嘅嗰啲咁嘅住宅区啊，呢啲街区啊，俾大家分享一下俾大家咯吓，咁啊吓，嗱咁啊呢啲嗱呢啲咁嘅。大部分咧喺洛杉矶啊，嗰啲人住的屋就系咁噶啦，就系平房嚟嘅，嗰啲平房咁样后有前花园后花园啊之类啲嘢，啊前面有棵大树。其实我哋喺广州住惯啲高楼大厦咧，就系、是、睇到呢啲咁嘅屋咧，就系纯粹系农村嚟噶，即系话真系，即系农村都不农村啊。不过好在佢呢度咧就系冇养埋晒啲。豬狗羊啊嗰啲嘢啊，狗有養，但係冇養豬啊牛啊之類咁樣，就比較乾淨。啊，呢啲屋啊純粹係呢啲咁嘅，好似我哋啲即係我哋大陸啲郊區啦，嗯。所以我而家今日咧就拍呢段錄像咧，就係代表咗整個差唔多係美國啊，甚至即係洛杉磯，甚至成個美國都係咁嘅境況啊！你知道係即係睇到呢個場景，咁啊基本上成個美國都係咁嘅場景啦，冇咩特別嘅嘢，冇咩特別嘅嘢啦，啊就係、是、咁樣啦，大同小異嘅啫，因為點解我會講大同小異咧？因為我曾經咧就係喺2012年嘅時候咧，我有去過紐約啊咁嘅費城呢啲地方啊。除咗高樓大廈之外咧，其他嗰啲屋咧就係咁樣噶啦，係咁嘅嘢喺度。好。我自己揸車的啦，咁你而家咧就係能夠唔使揸車坐喺度咧，就即係淡淡定定咁去拍啲視頻啊，拍啲街道啊啲視頻啊咁嚇，我俾大家咧就係睇一睇啦嚇，呢啲係呢啲咁嘅洛杉磯。咁我住呢個區咧，其實咧呢個地方係我住喺自家嘅。地方嘅附近係墨西哥區嚟嘅，墨西哥區。咁啊，而家呢個時間係2018年嘅啦，係11月11日星期日嘅星期日。啊，星期日咁嘅嘢。咁另外咧，我自己咧係會拍啲錄像，係用咗呢部手機去拍嘅，手機喺部放喺部車度拍。啊，咁我自己又另外攞相機嚟拍。呢度是一個大魔嚟嘅，首先而家唔係好夜嘅啫，而家啱啱5:00啊，但係而家呢個因為呢個係深秋嘅原因咧，所以咧就係日頭嘅時間啊非常之短暫，而夜晚就比較長啊。不過我每一次講到話呢個日頭短咧，夜晚長咧，就俾我聯想啊叫夜長夢多啊，係咪夜長夢多啦？所以我好怪啊。OK。
開真係嗰啲的嗰啲燈已經係著曬㗎啦，著曬咗。生意有 barbecue 嚟嘅，韓國台灣人開嘅燒烤檔，咁我去過一次。啊，咁而家我去邊度咧？咁我好中意嚟呢個電腦城嘅，都平時咧就係有冇有時無時都去呢個電腦城行一行嘅。你會發覺咧，就係洛杉磯嘅山啊比較多嘅，到處都係山啊，由山圍住嘅，所以可能冇咩落雨嘅呢個原因，啲山啊擋住嗰啲濕空氣啊嘛。好啦，到達目的地咯，呢個車多，啲停車場好多嘅，今日禮拜啊嘛，咁啊個個人都係嚟啲地方嘅。逛街的了，不一定是买东西的，大部分大部分都是这样。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。这里就是我最喜欢的电脑城，每一次进去我都会有购物欲的，现在我有理性的。是啊，即是等于有些女士去亲那些超市，去亲那些商店，就总是要买衣服啊，买各式各样的衣服。其实呢，男人同样都是会有这样的冲动，不过呢，始终呢就会有些理智性的话，认为有些东西呢就是该买不该买呢，有时候就是其实购物是人的一种天性来的。我买的东西就是喜欢买自己喜欢的电器产品。啱嚟尾嗰時候咧，我就中意買車，成日見到呢部車又睇嗰部車，咁慢慢咧就厭倦咗啲汽車之後咧，我改為玩相機。我其實咧有時候啲工具啊嗰啲咩我都中意，其實好多卡卡啊，有一段時間又中意買鞋啊，睇呢樣鞋嗰樣鞋，所以每一個時間段咧就係個興趣又唔一樣嘅。咁而家咧我啊中意買啲電器上去。好咯，到咯到咯，我今日咧就系帮大家倾咁多，一阵间翻屋企先再继续。个天其实而家你睇紧好似黑蒙蒙咁，实际唔系黑蒙蒙噶，实际而家呢个时候系其实系5:00嘅咋，好早嘅咋。